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纪廿一 Q 动力的 Winnie。今天同大家介绍的单位就在西半山克顿道五号维园。带大家看看，入门口就见到个客厅，望到好靓的海景。饭厅隔篱做了个半开放式的厨房，厨房里面有工人房和洗手间。主人房更加好阔落，可以放到两张床。主人房望到好靓嘅海景。